Chrome 浏览器插件沉浸式翻译又出重磅更新了，最新版由美支持 YouTube 视频双语字幕。这个翻译的插件简直是业界良心，有了它，其他的翻译工具都可以卸载了。怎样使用双语字幕呢？首先要确保插件已经更新到 10.6 的版本，这个会自动更新的。如果你看到你的插件还没到这个版本，但是你又迫不及待的想要用它，那么也可以手动安装。官方文档中已经给出了升级方法。当你的插件已经到了 10.6 版本，打开一个 YouTube 视频，会发现插件里多了一个自动开启双语字幕的功能。你只要勾选上，就会发现字幕已经自动变为双语的了。看效果，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你也可以在视频字幕设置中使用指定的翻译服务来翻译字幕，赶快来试试吧。之前的视频也介绍过沉浸式翻译插件的其他功能，既可以针对网页和 PDF 进行双语翻译，也可以一键制作双语字幕，甚至还能将你的输入框化身为多语言翻译器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。再次感慨一下，这个插件真是非常的好用。OK，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对我们的频道感兴趣，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会持续分享一些好玩实用的效率工具，提升你工作和赚钱的效率。谢谢。